会几乎场场爆满，而大家给我们的回馈，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的回馈其实是非常非常热烈的，大家并没有觉得啊这个是西洋美声而觉得有距离的，相反大家反而是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苏州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们是识货的，是非常高水平高素质的啊，我也很感谢这个苏州啊政府还有当地我们的观众对我们的支持吧，让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国内水平水准无论是从师资还有这个学院方面来说是最高的一个啊艺术节，我也很荣幸的这个入选了这个音乐节。美声一个西方的这个艺术，怎么用它更多的去传递啊我自己的文化，把更多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这是我一个不断在追求探索的一个定位上的题目啊。所以我也希望可以来这个地方啊提高提升我自己，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这种艺人，我希望可以在综艺节目之外可以继续追求我自己的事业。说到深入人心，我觉得它带给我一种啊它像打开了我的一扇大门吧，我觉得我也不会去抗拒任何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歌唱演员，你如果要是可以娴熟的驾驭很多种不同的风格的话，对我们的艺术的修养跟我们的这种啊艺术呈现来说的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